不要上，我刚来了，我是后续室友。我们好想尿尿。在哪里？我不敢坐哎，你先坐一次，我看一下怎么溜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脚伸下来会很快哎，妈妈害怕。脚伸下来会很快。哦。推起来！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又在压压压了，你又在给我压压压。来凤九老街，在您下车的右边方向，右边方向。快哦，后面塞车了哦。双喜临。璇，你觉得搭这个火车 OK 吗？下次我们搭去阿里山好不好？靠上去阿里山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会晕车。你会晕车哦？火车怎么会晕车？好吃吗？哦，那好吃哦。好吃吗？特咸。冰比较好吃还是饭？冰。我晕倒了。阿里刚刚不是说你吃很饱吗？刚刚比那样不行。可以，那是什么？那样是什么？好。
很吵哎、欸，大家会看哎、欸。你今天来到哪里？来到这里。这里是哪里？哪里？不认去三公主。啊，你带我走。不认去三公主。好，你带我走，走，走。我们要去哪里呢？哇、哦，那是一只什么呢？哦、那个是我破掉了。哦，那是一只什么？青蛙吗？你有看上面吗？有。哪里哪里有青蛙？青蛙是长在水里的。这样哦，青蛙都长在水里。长在一个人里。在哪里？一整那个人。你有看上面的树吗？哪里的？小心走。我们在森林里耶。我们在森林里耶。我看你。哎，你看我，已经迷路了吧？迷路了怎么办？怎么办呢、啊？你不是说我们迷路了？我们可以找到家的。真的？那你带我走，好不好？好，走哪里？左边、右边？左边。好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哪里？这晚上会不会很可怕？会不会？你带我回家，你带路哦，要带路哦，小心走，走啊走啊，你先走啊，我都在你后面啊，你要为我带路啊。这个的楼梯都绿绿的哈、哦。卡那个东西的。卡哪个东西？卡前面那个东西的。不是啊，都长青苔了啦。走这里怎样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是确定是这里哈，好，确定就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啊，走啊，走。妈妈有在走啊，慢慢走就好。妈妈，妈妈妹妹这里，可以。你说这个步道我们已经走完了。这个步道我已经走完了，很快哦！你还差不多去走迷宫，快点！很快，小心哦，不要跌倒哦！你要不要带爸爸绕一圈？好了。我帮他拍两只鸟的话怎么样？我们多点。圈圈，你有没有听到鸟叫声？甜甜圈有没有好吃？有没有？啊，你有摸摸树吗？有，你给人家偷摸。毛茸茸的，不要。爸爸说不要动，你还跑。雪，你看上面的雨，来，你来这里，你来这里啦，等一下再上去啊。你也爱爬楼梯哦。你看到几只猫？有那么多吗？拜拜，拜拜。秋雪怎么都有小朋友想要摸你呢？啊，为什么好多男生都要找你？今天第几个男生找你了？第几个？两个啊，都跑来摸你。然后有一个小男生来摸妈妈屁股，对不对？谁？有水滴到你哦？
那你要不要戴帽子？妈妈也有戴你的帽子哦。这应该是雾气和脏吧。火车怎样？我的布布布，开到哪里去？火车布布布啦，火车在放屁。火车在放屁哦。臭了。臭臭还香香？臭臭。臭臭了哦。嗯、啊，你放屁是臭臭还香香？臭臭。臭臭啊、哦！有人的屁是香的吗？没有啦、哦，都是臭的哦。